又到了一箱人参果，看上面还有个八戒，八戒人参果，看着还不错，但是有个别的洞了，洗洗尝一尝。还有一箱无花果，无花果下一个视频吃，先吃这个。洗好了，我们尝一尝味道啊。味道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清甜。水分嘎嘎住，皮太厚了。这次买的还不错。再来一个。这个有点冻了，反正这个就是清甜口，水分很足。